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小丁锤创客。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一个，我们做的这个遥控啊，跟那个昨天那个已经升级了，看一下，试一下。这是通过 NRF 啊，它这个遥控距离，目前这个小模块应该有个几十米，如果换个大功率的模块，它应该可以实现1000米甚至更远。啊，一个多级。可以，它控制我们通过一个小的迷你油刷电条，来控制它这个速度。嗯，然后还有一个舵机，它总共可以我们两个摇杆，它可以控制四路舵机或者是电条，有刷电条、无刷电条都可以。它还可以再接一路，我们今天没有把它接上去。